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动动脑，你们说什么东西长了毛就成熟了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离婚。咋的了，老公？还咋的了？你跟老王那点事儿我都知道了。哪有的事儿啊？还哪有的事儿？现在全小区都知道了，包括保安、保洁阿姨都知道了。你还跟我说没有的事儿？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你整错了。我整错了？现在全小区都传你俩沸沸扬扬的，说你俩好上了，还咋的？不是老王，是小刘。哎呀妈！爸爸姓夏，给孩子取了个名字，老师从来不敢点名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下课。不对。下次。不对。下贱。不对。下流。不对。那是什么呢？完了，姐夫。又咋的了，小鱼？我今天上医院检查，我怀孕了。怀孕了，这不好事吗？愁眉苦脸干啥呀？好啥事儿啊？这点钱花可冤枉了。那冤枉啥呀？花了500多块钱，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姓王，河北女老板，身价啊880亿，只要今天给我点红心的，每人要发20万。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，我是喝了5瓶2锅头才想出来的。今天呢，我去医务室，我看见一个男的正在问一个护士，说护士啊，打小针疼不疼啊？护士说呢，不咋疼，你呀老实的趴着撅着，一会儿就打完了。这时候啊，只见那个男的就趴在那个凳子上，就听护士咔哧一声，一针就扎下去了。就听那个男的嗷的喊了一声。这时候啊，这护士就说了，你喊啥呀，就扎这小针疼这样，你咋那么凶呢？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男的就说了，护士啊，你是不是今天忘戴眼镜了？你也太着急了。他说咋的了？护士啊，我裤子还没脱呢，你就给我扎上了。不是姐夫，你出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你让我出去啊？啊，不然呢？我还留你给我讲故事啊。我给你讲个屁故事啊，这可是我家。不是咋的，你还撵你小姨子走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瞎说，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知不知道？那你还管我？少管我，睡觉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个人深爱过，被某些人伤害过，朋友或什么都算了。我从小被养父养大的，现在养父岁数大了，来投奔我，想让我养老，但是我老公和婆婆不同意，我决定和老公离婚，自己租房子给养父养老。大家有支持我的吗？觉得我做的对吗？你们给个意见吧。男人们千万记住了，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啊，真的不能舔，就算她答应做你的女朋友了，哪怕你们已经住在一起了，只要你舔，她早晚都会离开你的。不信你去试试。天天说你这行那行的，那天天晚上就那点作业都交不上，还行哪行？你作业留多些你不知道吗？我哪天不写到天亮啊？哎呦我的妈！非要离婚是吗？是，我们把家产分一下。可以啊。两套房子一人一套。可以啊，车归我。车凭什么归你？车子要卖掉，财产一人一半。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卖卖卖。那孩子就一个，孩子不能卖吧？那孩子一人一半呢？孩子怎么一人一半？孩子是我生的，归我。没有我你怎么生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再生一个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好好，要不我们再生一个，生完再分。你别生完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可以。可以，我去床上等你。非要离婚是？我想嫁给你，我爸说不要彩礼，我家又不是卖女儿的，我只想找一个真心对我好的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长相也没有什么重要的，我只需要你有一块地，
在村里有块地，你家有吗？我属于微胖型的，1.65米的身高，目前在山东临沂打工。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老婆，我这样的你满意吗？虽然说我是一个打工妹，但是我会疼你，顾家，工资也会给到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赶紧点击左下角这个他去。上面都是很久没有找过对象的单身美女，关键是同城聊得好，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。我也在他去上面等你，快来。我好想找个老公，不管多大年龄，也不需要你有车有房。我呢，其实是少数民族的，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呀比较多，就是因为太穷，找对象呢不好找，别人呢都瞧不上穷人家的女儿，怕负担重。你喜欢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吗？如果说呢你还是单身的话，想找个老婆真心过日子的话，你看我可以吗？就两个条件，对我父母好，婚后呢生个小孩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生两个生三个也是可以的。可以的话，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啊给到你，就是点我视频下方呢小方块，点进去呀、就可以联系了。下载这个清聊 APP， 超多小姐姐等你上线，快来试试吧，我也在里面等你哦。老公，明天我大姨妈来，今天晚上咱俩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呀？做啥呀？她不明天来吗？怎么还得做一做菜在那等她吗？你别笑，那不明天都坏了吗？不是，我发现你是不是虎呀？我说什么怎么你就听不明白呢？你好像卡棱子。我卡棱子你卡棱子，明天你大姨妈来，我找你大姨妈评评理，到底谁是卡棱子。你啥也不是。你就娶我吧，我真的好想嫁人呢，玩不起了，等不及了，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结婚的对象。如果说你问我娶我有什么条件，我只有三个要求：第一，不能家暴；第二，一定要生个孩子；如果说你愿意的话，生两个三个也可以啊；第三，不许背叛；还有的话呢，就是一定要孝顺父母。我这样的要求你能做到吗？如果说你能答应我的话呢，是你来找我还是我去找你呢？我真的很想去找你啊，但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，那还是你来找我吧。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你，你点击我视频左下角下载这个陌陌交友，可以约会，可以视频，交友交的是真心实意，而不是弄虚作假。想要认识单身美女，就来陌陌交友。老公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你之前盘过多少个娘们？你告诉我一个，我给你100块钱。操，我差你那3000、2000的了。哼，不过了，离婚。咋的了？我之前一个都没盘过，对我来说不公平。怨我吗？怨我吗？我盘一个不是你，盘一个不是你，你干啥去了？还离婚吗？不离了。哎呦，出去！赶紧的。